Hello， 欢迎大家收看，欢迎大家来到游戏流程解说我的世界啊。我们现在玩的叫机械动力片啊。我现在啊缺一桶岩浆，我真得出门了，我不出门不行啊。好吧，我们看一下啊，我现在做一个镐子吧，镐子我来一个，然后斧子也坏了，那斧子我也做一个啊。OK， 我看看啊，小棍儿我也没有，我先去 K 点木头吧。OK， 我们看一下啊，现在呢，这个坑呢有两个模组啊，一个叫机械动力，还有一个叫灾变生物啊，是什么？灾变战争啊，是什么？反正就两个有点那什么，两个都混起来了。去。OK， 我们看一下啊，那我们现在得去弄一桶岩浆，水我带一个，我现在是出去是挺危险的。OK， 药剂带着。然后这玩意儿咱们先扔家吧。咱们得做一个什么呢？得做一个叫鼓风机的东西，还得弄一桶岩浆。我看啊，风鼓风机有吗？叫风，我看啊，这样风鼓风没有啊？为什么叫没有鼓风机呢？去地狱不就有岩浆了吗？我地狱我也去不了。哎，那个谁有哎？那我先不做鼓风机了，我用他这个传送门我去一趟啊。OK， 这样就可以了是吧？我看一下啊，咱们先弄一桶岩浆，现在走哪儿去都挺危险的，小心点啊！哎呦我去，这干啥呀？哎呦我的妈，我去，我就把他弄死啊，他卡在这儿了，给打着是不是？打死你！我去，我这斧子这么厉害吗 ？OK， 有点金力啊，把这金力也挖了，可以做我身上穿的这个帽子这样的材质的啊。叫镶金是吧？叫镶金钻石。OK， 咱们先溜达溜达啊，然后咱们定个点啊什么的。OK， 咱们有传送书。OK。哎，这儿还没有灾变的生物，倒挺好的啊。岩浆在哪儿呢？金力弄一点啊。OK， 金力弄一点。OK。岩浆在哪儿啊？我得怎么下去吗？这边有一桶，一小桶，好拿吗？不太好拿。下边是岩浆。怎么都这样事儿呢 ？OK， 好危险的感觉。那边是吗？我先下去啊。我现在血量是28滴。岩浆池看到了，我去，我咋下去啊？这我掉下去我不废了吗？先掉这儿，再掉这儿。OK， 这配乐怎么这么吓人？哎呦我的妈，怎么这样呢？哎呀，我的妈，我怎么下去啊？这也容易摔死啊？怎么下去呢？我看看这儿有没有路啊？这边能下去吗？有没有边儿啊？我得记个点先啊！我去，这有点高啊！哎呦我去，记一下点吧。岩浆是吧？岩浆 ，OK， 这样就好了。然后咱们快桶岩浆，咱先回去啊，把那刷丝机先给恢复了。咱们刷丝机让我给整坏了。咱们走，先回家。OK， 回家。好，然后呢，我看一下啊。这边水我也得弄，咱们看看啊，这样，然后中间先放这个，先放这个。哎呦我的妈，我刚走完，他给扒了。岩浆有了，那咱们等一等吧，咱们先做别的东西啊。做什么呢？做一个叫什么风机的东西。我看看啊，是哪个字啊？风，我看看，我把这儿打掉。OK， 然后我找一下啊。这样呗，风机有吗？风机是哪？这个是啊，鼓风机。我为什么搜不着呢 ？OK， 这样呗，鼓风机。完了，我又找不着了。啊，这儿呢，需要一个叶片，叶片是在这儿呢。叶片需要一个鞍山合金，有一个啊。咱们先做一个枫叶，先做一个这个，然后呢，咱们再做那个鼓风机啊，是什么玩意儿？鼓风机是这个吧？需要一个这个，需要一个小棍儿。小棍儿的话，这儿有啊，这个有。呀，小棍儿没有了吗？我怎么记得哪儿有啊？小棍儿得咋做呀 ？OK， 我看看啊，这个呗，需要两个这玩意儿。哎呀，我的妈，这可费了劲了。那我得把这个铁我给掰碎了，然后呢，用鞍山岩得做那个小棍儿啊。鞍山岩在哪儿？在这儿呢。OK， 咱们先做那个啊，做我看看啊，这样呗，需要做这玩意儿，鞍山合金。鞍山合金，然后呢我再做那个小棍儿。 OK， 这样，然后呢用那个小棍儿我再做风机。风机在哪儿呢？我怎么又看不着了？我是眼瞎吗？哎，收割机，
风机，我怎么又看不着了？风是这个是吧？哎，我看看啊，我得做这个，对，给我，有风机了，我看看这个风机，它是说得放到这个下边，放到这个下边它没有动力哎，我看一下啊，那这边来一个传动的，然后呢这边再来个传动的，我看看啊，正常应该是这么放，然后它得有个动力，它的动力在后边，我挖个洞看看啊，我敲呢，先把这个弄走，我连敲都没有啊 ，OK， 敲我随便来个石头的就行 ，OK， 木头有，石头有，这样呗，我先来个敲啊。先来一个木头 ，OK， 这样呗。先来一根木头，然后再来敲敲，还得这样啊。来个敲，我挖一下啊。它这个布那个电路啊，有点麻烦啊。就说白了，它后边得有一个转的东西。这个位置，这是转呢。那我怎么能让它转呢？我得需要一个这玩意儿，叫什么？什么齿轮？我看一下啊，哎呦我的妈，麻烦死了。齿轮 ，OK， 齿轮，我需要一个这玩意儿，我看看啊，十字齿轮，这个好像就可以吧？十字齿轮箱咋做呀？这玩意儿啊，需要四个齿轮，我看看啊，小的没有了，那我得先做小齿轮，小齿轮做一点，三四四个，然后呢再做它。十字齿轮箱是吧？十字齿轮箱，我放在这个位置就好使了吗？它不转呢？我去，那我这个我看看啊，这个这样，我看它长什么样啊？它朝向是什么样的？它是横着转的，横着转的话，它这个怎么能过来吗？这我得刨开。哎呀，可太费劲了啊！这能下来一个，上面再下来一个。那这个，我看看，我把那个再拆了啊。OK， 镐子呢？镐子在这儿呢，把它拆了。就是后边得有一个传动的，让它转，然后让它转。我看看啊，哎呀，好像我直接那什么就可以啊，弄个齿轮啥的。我看看啊，这样这儿有个动力也行，这儿有个动力也行。OK， 它是这么转的，那它这个怎么能下边也能转？齿轮上面这是大齿轮小齿轮，我瞅一眼啊。OK， 小齿轮是吧？小齿轮，那就是，哎呀，它还转了。那我这边再放一个小齿轮就完事了呗。OK， 枫叶转了啊，哎呀，我动不了了。你这，它怎么吸呢？你不该往外吹吗？等会儿啊，大哥得往外吹啊。它转的方向是不对的吗？不是啊，你这咋回事啊 ？OK， 它停了是吧？方向反了怎么办呢？方向反了，我需要一个小齿轮，我再做个小齿轮，小齿轮再来一个 ，OK， 它这是可以调方向的吗？它是吸你现在用扳手就可以，行，那我把它这给敲了。我那个扳手我没带着，扳手在这儿呢。哎，我扳手呢？容身之地，别动我那个，我自己慢慢研究就行。我先去一趟商店，我去买个扳手去啊。商店有卖的。OK， 这样呗。那个什么，我看看啊，我泥土够不？应该是够，用泥土换的。哎，咋不好使啊？哎，我的扳手没了。哎，我的妈！我去家里边。OK， 我看看啊，小伙伴说扳手，我没有扳手啊，扳手也买不了。空气啊，你们谁扳手借我一下啊？扳手我拿一个得了，我的扳手丢了吗？我的扳手好像丢了，扳手好像丢了，我自己开窗罩拿一个吧。老设置那个商店啊，我自己东西老是无缘无故就没了。扳手，看一下啊，手，哎，手机这么大，哎呦，你好烦呐、啊、你，就这玩意儿。OK， 这样呗，这个我拿一个啊。OK， 它也不是什么贵的东西啊，随便拿一个吧，别耽误我事儿是吧？这样呗。然后小伙伴们说是放在这儿就可以了。OK， 它是往外吸呢，小伙伴是用扳手就可以。哎，你干啥呢？哎，这不还是吸吗？不动了，这还是吸呀、啊。好像是上面的事儿啊，你能不能掉个啊？不是，那这方向也动不了啊。还是吸呀、啊？你把那刨了干啥呀、啊？干啥、啊？这是什么玩意儿？哎呦我的妈，没整明白。
等会儿，我看看它是什么东西啊？反向齿轮箱，还有这东西啊？那我就把这反向齿轮箱放这儿呗。哎，扳手换一下位置 ，OK。然后然后我把这个风机放在这儿呗。哦，吹了是吧？哦，还有这个东西啊，又学习了啊，不错不错啊，可以。那这边都完事儿了，都完事儿了。然后那咱们就。把这个刷丝机咱们恢复一下，然后看看什么情况啊。上面那个齿轮还没给安上呢。哦，它也转了。转的话现在上面转机也转了，然后这下边的这个鼓风机也转了。我动不了了怎么？哎。OK, 然后这样。行，然后下边我先都堵一下呗。OK, 我不知道行不行呢现在还。这样啊，下边那个先不管了。这样先给堵上 ，OK, 这儿得堵一下，行。然后呢，我需要岩浆和水，我把刷丝机我先恢复一下啊。这样啊，我先放水。哎，怎么回事？我打劫了一个船。等会儿啊，我先把它给打掉。你先停一下呗。OK, 它停了是吧？停了。然后呢，咱们放个石头，再放个水。OK, 然后呢，放岩浆，然后呢，把这堵上，别让它出来。然后我再把那个水车，我再给它放过去啊。水车，家里是不是还有？这样啊，这挺麻烦的结构啊。OK, 然后呢，咱们放在这儿，都转了吗？都转了，都工作了。OK, 行不行？我跟他减税没？火焰，我无线电没了，商店是不是不好使啊？这拉呢吗？这边得放一桶水，他们说的。等一会儿啊，无线电没了，我先给你吧，我自己再拿吧。给我无线电给你，我就先给你吧，我正研究呢。哎，怎么这样了？哎呀，你这个有点烦人呢。那我岩浆得放这个位置。没事，我自己拆一下。因为那个正常的刷丝机的话还好弄一点，因为它这个有点复杂啊。OK, 这样，然后呢咱们先停一下。这玩意儿没有什么开关嘛。OK, 这样，然后呢咱们把那个石头岩浆又给我整没了是不是啊。OK, 这样，对，然后呢水是没有问题的，水放在这个位置。OK, 这样呗，这边放一桶岩浆就可以了，我去款一下岩浆啊。岩浆在这里。快去吧。我造了全自动的，我也造了全自动的。OK, 然后咱们款一下岩浆啊。哎，怎么够不着啊，以防万一啊，多带一桶，这样呗。回家。OK, 好了吧。这个岩浆再高一层就好了，它就烧不坏了啊，这样可以了吧。然后呢我把那个什么水车我再给放过去。水车这样呗，靠这个水动力啊，水动力来驱动那个。这放这对吗？对，动了啊。然后他把它给拉掉啊，它转是不转的。哎，咋不动呢？哦，拉了。行，然后这边我得缺一桶水。好使了啊，可是这个水有点烦人呢。我现在需要点做一个告示牌，我把那挡一下就行，不让那水老出来，因为水往下走不了了。告示牌在这里，就是它这个基本原理是这样，然后你做成什么样就得靠你自己了，这样呗。行 OK, 我看看啊，它也不粉碎啊，小伙伴，它也不粉碎啊。它的原理是这个是个简易的刷铁机，他是先拿石头掉到这里边，他给那个弄成沙粒，然后呢通过这个玩意儿啊给洗，好像是。我看一下，我再来桶水。叫什么洗涤风机啊，叫什么玩意儿，放这儿啊，他也不拿呀。拿了吗？我捡啥了？铁粒。这是铁粒，是我自己做的还是两个铁粒现在啊，这铁粒好像我自己弄的。先别着急啊，因为这个原理啊我不是特别明白。然后这儿呢，我打算这儿呢放个箱子漏斗我都有啊，这样呗。箱子漏斗我都有，然后呢咱们接一下啊。 OK, 我看好不好使啊，先放个箱子，然后箱子旁边咱们弄个，哎呦我的妈，这得第一层啊，哎呦我的妈，这也太深了。漏斗，然后我把箱子还得往下降一格。哎呦我的妈，告示牌能不能挡一下，挡住这个水呀、啊？
看就可以了是吧？漏到这里边，箱子放在这，先别管好看赖看啊。你这烧的东西在哪儿呢？怎么啥也没有啊？它一直是烧的状态。哎，用水不这不一样吗？这么挡那么挡不都一样吗？可是什么也没有呢，是什么意思啊？栅栏挡水，这个挡水不一样吗？哪个步骤出问题了吗？你到底是给我拉是不拉呢？石头呢？荣盛之殿，你帮我看看我这咋回事啊？我这下边得挡住吗？他那石头不翼而飞了，现在啥没有。我个人觉得石磨没用，不能吧？我把这挡上看看，我把那个石磨盘那个给挡住，然后让他就往这走。石头怎么蹦这来了？哎，石头蹦这来了，他也不磨呀，就出了个破石头。有一点不太理解。咱们看一下结构啊，我这个结构应该是没问题啊，就是把石头刷出来，然后把石头转了，然后石头转了以后往下来。他说需要漏斗，我没试过，反正有点不对这个。好吧，反正这一步是成功了啊，可能细节上咱们再找一找，看看到底是咋回事吧。这也洗不出来什么玩意儿啊，这。哎，我的妈！